针对韩方就台湾问题发表的错误言论，中方已分别在北京和首尔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，全面阐述中方立场，强调"一个中国"原则是中韩关系的政治基础，要求韩方恪守《中韩建交联合公报》精神，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，中方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。 正当合理，坚定不移。希望韩方切实恪守"一个中国"原则，同中方一道，以实际行动维护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。